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图哈是一个正四角锥啊，然后的话哈，这个 EH 呢就是这个三角形，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，它的高了。好，那他要求呢，这个，然后 BC 等于六 ，BC 等于六，也就是说底的哈底边长是六，那 EH 等于五，那他要你求什么呢？求此正四角锥的表面积啊。哦，正四角锥它有四个侧面，哦，因为它有四个边嘛，所以它有四个侧面，每个侧面都是三角形，挨个底。啊，底的话呢很容易，底的话是一个正方形嘛 ，A1 这底，底的话是六的平方，哦，底的话是六，啊，侧面的话多少？侧面 A2 哈是多少呢？是底乘高除以六，啊，乘以哈五。它，啊，除以二，啊，这个多少？这个是二三得六，三五十五。所以呢，总表面积哈，就是那个，哎，这个是36，这是 A 一哈，加上四个侧面，好，这36，加上四乘以15，这是60啊，60加进去。所以是96，哦，96平方单位，所以呢，表面积是96平方单位。